他护照切住了，切住了就还要整你先。不了，跟咱妈姓吧。嗯，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我是小亮。今天有时间啊，和小亮抽空来办一下准生证，东西的证件拿去没？拿去的。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。啊，走。拿你身份证来吧。那嘞。走。你那办好了？办好了，来了抢身份证。哦哦，走，那边也办好了。你办这个，这个准生证，办好了，走，回去吧。嗯，挺快的。哦，人少。嗯，这个来得早。把照片贴一下。嗯，准生证已经办好了。嗯，正好咱奶到那儿办，养个保险，请了半天假。啊，已经把请帖做完，好让给你上班了。嗯。咱们把那药店封好了，药店。封不少，封这么多，这也是，啊，那店是小肉的吧？我没肉，哎，再放哪去？这不够用，这还是不够用。还有啥用用？热水烫一烫，然后把洗一洗。晚上洗完，今天要摘了。嗯，这摘了。嗯，还有小花朵。这也摘了。嗯，你这家一朵那都成套的呀？不是，我的大娃嘞。把这打开。咱妈洗尿布。啊，也洗的。这衣裳小嘞，我别使劲儿。呵呵。兄弟，我快把头弄坏了。过两天了，抽个时间把你那户头切过来。切户口咋？到时候给孩子上户口也不影响。咋不影响了？哦，那也能上。上。是。嗯。切过来吧，切过来，这孩子转你心。这都是一个心，跟我心不一样。你的心跟我的都一样。我。在全家都行，都一个心。谁转你一样？你跟我不是同一个心吧？我转你是同样心，你是哪只王家？那么这之前在网上拍拍那，那之前那不行吗？那挺催，那是王家虎上门女婿，抽空切过来吧。行吧。嗯，得仔细点啊。给，那洗好了，洗好你就要放心啊。嗯，就这么大。嗯，恐怕你一个指头大的。那你是从那开始才改成姥姥的？那姥姥姥姥姥姥爷那时候是的。那多少辈了？三四辈了。后来那啥，一开始姓崔，后来是家崔家户，家王家户当上门女婿姓王的。这具体情况你得问他吧。我也是听他爸说的。